那个表没动，就是前面那个表没动，那表没动。你帮我看看那个谁怎么弄的倒计时那么好？前进，他不，他没有那个，没有倒计。这次没判了。这个是这边得分，这边得分。刚才他们这个，我们在这打的时候，这个好像是走的，还是走的。
就是不把时间加上，就是按那个比赛的时间，你给他一直往上加，加到那个比赛的时间，你就不用倒计时。我现在没倒计时，走了3分钟都走了。现在不是走了吗？现在走了。对啊。可是刚才那前面时间就都空上了。啊，你现在手上有计时的吗？就这儿了，就大概过了。12分钟就给他加上去。已经17分钟了，然后等会儿差不多13分钟。OK。我时间吗？你因为站起来说时间，你就用对面时间。哦，你说那边时间了、啊？哦，他们时间在这儿倒计时的，我这边现在弄不了倒计时，你帮我看看怎么搞。我都不知道，是吧？啊，现在先计分。现在这个时间不对。OK， 那因为21:19，你就用对面时间啊，因为他们同时开始。好、哦、的，那现在这个是等完了吧？杨姐。每次扭头我都没等。这边右边扭头。两局就完了吧？优先输了，没有，没有第二局吗？但是要跟他们说好，这时间不太对。菜点没事，菜点。没有，这时间他现在不对，刚才在3分的时候他不走，他不走，所以我就没办法，用对面的时间。11分是吧？你先把。先用对面时间。倒计时。那现在输了是少3分钟，11分钟。你在这8分钟就加3分钟就好了，就加不了。你会不会？你要不要帮我看一下？你要到点的时候告诉我，这样看到这样我就好点。那你可以看，我眼睛看不见，或者你帮我看一下。你告诉他们这时间不对。行，没事没事，你跟他说11。11分钟就行了。那差不多。嗯。来，你来再。那个小头，你帮他看着还。